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家庭营的主题就在你们手册的这个封面的一打开，就是那个主题是一生渴慕神啊！但愿我们不只是相信神，不只是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救恩之福，同时我们是一位渴慕神的人。那么在我们这次的家庭营当中的第一堂，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如何来听到。如何来听到？那么我们的经文哈、是来自于新约的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哈。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哈。那么这个经文本身也列在你们的手册的第四页哈，第四页。那么不但有这个经文列出来，同时看到说这个大纲也列在这个上面。那么今天这个在我们的荧幕上的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也把这经文列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哈。我想这个经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个经文哈。我们来看这边的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让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一个程度的熟悉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哈，不晓得大家可以看手册上的那一个所印出来的，我也把这个经文打在这个荧幕上，给麻烦我们的同工哈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哈，我们找到的话，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八章这边的第四节到这边的第十八节哈，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土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不知道；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墙。他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挤去，恐怕他们信得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就经的势力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能听得到，持守在诚实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也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很多信徒们，他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就是来听一篇好的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可以回到就是整个新教的这个改革运动。改革运动当中，他们非常强调那个唯独圣经的那一个教导，因此神的话语本身在改革运动开始就是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的基础的。那么强调神的话语是高过人的传统，神的话语是来自于神口中的启示，所以因此讲到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有很多基督徒本身，他们来到教会本身就是要来听一篇好的道。那今天
晚上我们盼望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到底你和我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牧师要讲一篇好的道，一篇我们可以得到帮助的道。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焦点放在牧师的身上，放在那个传道人身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应该同时也想到说，一位信徒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听神的话语。那么按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这经文本身，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这个比喻呢，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神的话语讲出去的话，那个效果本身，其实我们看到说，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明显。那么为什么不是那么明显呢？是不是神的话语没有能力呢？其实不是。如同耶稣基督本身也告诉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第十四节那里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找的人也少。其实听福音的人，可以听进去的人不多，因为接受神的道的人也不多。所以因此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在当时候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在路加福音的13章的24节那边也看到说，基督耶稣本身也同时教导我们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要进神的国，进窄门是不容易的。所以基督耶稣本身就提醒我们，劝我们说，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底什么叫做听到？你和我应当怎么如何的正确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很多时候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听，但是没有听进去；看，但是没有真正的看见。所以，但愿求主帮助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的时候，真正听进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果效。不只是听一个好的道理也好啊，不只是听个道理也好，但是我们看到说，真的是把神的话语有正确的一个领受，那我们真的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那个道。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个礼拜天来了，我们跟我们好朋友聚在一起啊，很多同乡的，我们从远地来到这个异国的地方，我包括跟一些同乡的人在一起吃些同乡人的煮的这个菜跟饭。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天来就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盼望大家知道说，其实礼拜天每一次听到是跟关乎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很随便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那在这里，基督耶稣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正确的来听神的话语。这里基督耶稣本身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哈，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这边的路加福音第八章这边的第五节哈，那基督耶稣本身就对我们说明哈，到底这个道这里的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章哈 ，OK， 第八，再看下一章哈，我们先看那个的经文看下去哈，再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哈，再看下去啊，对不起哈，再看下去啊，我刚刚全部经哈，听到与这个回应，我们来看再看下去哈，耶稣讲到这个比喻，提到四种不同的这个土壤哈，那么在第五节里面，耶稣就这样说，有一个撒种的。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基督耶稣在第十一节，我们看下一章，对不起哈，第五章，这个地方的第五节哈，有个撒种的。那么看到说，基督耶稣谈到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出去撒种。那么基督耶稣就分享说明到底什么叫做撒种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边的第十一节，基督耶稣就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一句耶稣本身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那个撒种的就是那个讲道的人，那个土壤就是领受那个道的那个部分。那这里看到耶稣本身就说明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他透过四种的领受道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哈。那么在这边的第五节，他就提到
第一种聆听道的那一个方式。在这边的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么提到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那么到下面一点的第十二节，基督耶稣就说明到底他这边所说的第一种的那个这个听的方式是什么。他提到说，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躲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OK， 基督耶稣就说明这第一种的听到的方式，有人到教会来听得到，但是看到说被他这个道的种子听了以后，随后魔鬼来把这个道从他心里面夺走的。为什么夺走呢？怕他们听了以后就信了，信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得救了。这是第一种听的方式。那第二种听的方式在这边的第六节，我们看下一章，这边第六节再看到说，耶稣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但是落在路旁的，再看到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这个种子，这道落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看到说没有办法这个生根。那么基督耶稣本身在十三节就说明这一种的听到的方式，请大家看下面一点的那样，第十三节那边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他听的时候觉得很棒，他可以接受这个道，但心中没有跟这个道没有真正在他生命中间发生果效，这个种子没有在他心里土壤里面有这个根的长成，不过暂时相信，他暂时相信而已，就是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这种第二种听到的方式，他听得蛮喜欢的，那么看到说他只是部分相信，暂时相信，但碰到问题，碰到试炼，碰到人生的痛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神是对他没有果效没有意义的，看他就看到说他就反而退后了。这是第二种听到的方式。那第三种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章，就这边的第七节，看到说耶稣说有落在荆棘里的，前面提到说落在路旁的，落在磐石上的，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看到说那个种子落在荆棘里面，那个种子被荆棘所挤住，因为它跟荆棘一起长成。那基督耶稣在后面的十四节就说明这个意思，这第三种听到的方式。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被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有人听得到，看到说，但是他离开，被生命的很多的思虑、钱财、厌乐所捆绑。所以因此看到说，他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这个果子来。这第三种的听到的这个方式。那么第四种呢？你看下一章，就耶稣本身谈到第四种的领受道的方式，他提到这边的第八节，他说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他真正的把道听进去，那么这个种子在他这个生命中间长出这个果子来，可以结实百倍。那么基督耶稣在后面的第十五节就说明这个第四种听到的方式，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OK， 他看到说第四种听到的这个方式。那么在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那么在这里用这四种土壤的这个领受道的方式来强调四种领受道的这个方式。那基督耶稣本身盼望我们真的是了解他要教导我们的，就在这边的第八节，你们看这边的第八节。他说第八节，对不起，第八节下一章。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提到说，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那个问题在哪里呢？就耶稣再次强调说，有耳朵的就应当好好的来听。那
每一个人啊，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耳朵来，带他头上的这个两个耳朵，但是不代表他真正的听进去，不代表他拥有一个属灵的新的耳朵，新的耳朵来接受神的道。但是看到说，在这里，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耳朵可以听的话，我会听进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 心里面可以结出果子来，如同耶稣所说的结实百倍。那耶稣本身继续的强调那个听到的那个重要性。那么在这边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耶稣本身再次强调那个他整个用这个比喻来强调听到的重要性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耶稣这样说，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是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两节经文看到说听起来蛮震撼的。看到说基督耶稣在这里对门徒们说，其实基督耶稣选择让门徒们可以了解这个，谢谢，了解这个天国的奥秘。OK， 那么所以让门徒们可以了解神道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么可以了解的这个能力是来自于神，神给他们这样的能力来了解神的话语。那么在这边的第十节的一开始提到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OK。只叫你们知道，基督耶稣选择门徒们，那么让他们可以了解神国的那一个奥秘。但是后面的第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至于别人就用比喻，除了这些门徒以外，他说耶稣说什么呢？他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那么看到说这里再次基督耶稣强调那个听的重要性，听也听不明。所以在这个 几个字里面，耶稣提到说，有人有耳朵，但是他听的，但是他没有听不明，因为他没有那个属灵的耳朵，没有那个新的耳朵来接受神的话语。那听，但是听不明，听不明。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那么的随便，搞不好我们一直听，越听越无聊，越听越听不明。那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是来自于神的一个审判呢。okay? 不是说我们听的好像是都懂了，不是，其实很多时候越听越不喜欢听，只是来教会是一种 social， 一种教会是一种友谊，一种团友谊同乡们聚集这样子一个聚会。其实我们要很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听没有听不明，其实这几个字是来自先知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这几个字是不容易接受的。什么叫做听也听不明？那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书的六章九节到十节里面看到说，这几个字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引用的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在这边的以赛亚书的六章九到十节。那这里看到说，在当时候神告诉先知以赛亚，他的服事，他在以赛亚当中的以色列当中的服事本身，很多时候看到说，神的话语本身可以同时帮助人，但同时也可以刚硬人的心。 OK， 这个也是震撼人的一段话语。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经文的教导。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这边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听见但是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哦，这个很严重啊。那么听了看的，但是即使神在工作什么呢？是让这些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因此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礼拜天来在神面前，我们听到听不进去，其实在我们这些听到的人，其实神在那已经开始进行一种的审判，让我们听越听越厌烦，越听越觉得说
我们到底我们的牧师讲来讲去都讲那一套，就是那些基督教的老套，那些说教。但是我们要小心，搞不好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让我们让这些百姓心蒙脂油，恐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有可能神这个时候就在进行他的这个审判。所以这里耶稣在这里一直强调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听到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这跟我们生命有关系，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关系。所以在这里耶稣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小心，应当要怎么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边的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下一章，第十八节，就耶稣就教导我们这里要怎么小心的，怎样的听，小心的听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在其中。那么在这里基督耶稣本身告诉我们，在这十八节里面其实耶稣这样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边的第十八节。那么当我们仔细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个经文本身有两个部分，有一个积极的部分跟一个消极的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看那个积极的部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么耶稣本身告诉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小心怎样听呢？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这里基督耶稣在说什么呢？什么叫做还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么这个跟我们小心怎样听是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这里基督耶稣在这边第十八节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在提前面的第十五节。那么第十五节也怎么说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他听得到，他有什么呢？他持守在诚实的善良的心里。那么看到说，并且忍耐着结实，还有的还加给他什么呢？还要加给他，让他生命可以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基督耶稣在这边第十五节提到那个第四个土壤，就是这边所说的，耶稣所说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我们真的听进去的，那么持守在我们心里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你接受什么道，神要再给你更多，让你忍耐着结实，你的生命可以结出丰富的果子来。所以因此这里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听的那个重要性，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接着我们看那个这边的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消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十八节后面的那个部分，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他没有的他以为有，看到说他以为有的，神也要把他有的多拿走。那么到底这里基督耶稣所讲的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在讲什么？就是基督耶稣谈到那前面的三种的土壤，前面的三种的土壤，就这边所说的第十二节到这边的第十四节。那么在这边基督耶稣提到什么呢？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的，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的得救。就是那些落在路旁的，看到说他们听得到以为有的，但是看到说魔鬼怕他躲去，有的但是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躲去。那不但这样子，这里有第二种土壤，基督耶稣又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得到欢喜领受，看到说他们又是自以为有的欢喜领受，但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再次基督耶稣强调说，连他自以为有的要夺去。那接着这里的第三种土壤，耶稣又怎么说呢？他说这边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
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看到说，这次他们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把它夺去。所以基督耶稣再次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小心，应当要怎么听啊？你们应当小心，要怎样听？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的事情，因为跟我们得救有关系，如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十二节，恐怕魔鬼来，随后魔鬼来，把他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听到，好好的听到，跟我们得救有关系。刚才我们听到姊妹们做见证，很多时候他们感谢神来到澳洲的地方听得到，他们接受了，看到说神就救了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所以因此，基督耶稣本身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天不只是一个聚会，礼拜天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说，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学会好好的领受神的道。那么刚才跟大家很快的讲过这段经文的几乎每一节经文，那么但是这里有两节经文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这边的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刚才我们谈到这边的第十八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边的十六节跟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看到说十六节跟十七节，那接着基督耶稣就谈到他的十八节，十八节就是他的整个比喻的那个结论。那么十六节这边怎么说呢？耶稣说，没有人点灯用器具器皿盖上，就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饰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这经文本身有两件事情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边的第十六节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亮光哈，亮光哈，提到这个看见这个亮光，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前面的第十五节哈，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有把十五节放在这个经文上面，十五节也放到上去的哈。看到说十五节后面提到什么呢？第十五节提到就是那个结果子的那个部分哈。请大家看这边第十五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第十五节讲那个结果子结实，那么到了十六节他谈到那个看见亮光。那么到底这个结实跟这个亮光有什么关系？那么第十五节的结实到了第十六节变成亮光。那么当我们仔细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非常的清楚。那么怎么清楚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结实，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那种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果子，那种的果子，那种好行为，可以荣耀神的那个好行为。那么基督耶稣本身在马太福音就这样的说明给我们听这两者的关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六节，耶稣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那个亮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好行为，这个好行为会让人，不是归荣耀给你，是归荣耀给天上的那个父神。这个好行为也就是那个结实，当我们好好听到那个道在我们生命中间，基督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当我们诚实的领受的时候，我看到说神还要嫁给他，让他生命可以结实。那个结实什么意思呢？就如同亮光，一种好行为，这个好行为看到说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父神。所以那个基督耶稣就说明那个结实也就是那个亮光的意思，那个亮光就是那个可以荣耀神的那个好行为。所以因此当你和我好好的听到，如果我们听进去的，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可以帮助人进神的国。 OK， 所以其实你的生命的影响力
可以帮助人进神的国，如同那个亮光一样，好行为。看到说引领人进入神的国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这边的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边的第十七节的这个部分。那十七节的部分跟我们前面的第十节是有关系的，十六节跟这十七节，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十六节，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十七节这边怎么说呢？我这边跟大家读一下：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饰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在前面的第十节，这边如果大家有圣经有那个经文的话，在手册上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第十节，那边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对门徒们讲，他们帮助让门徒们可以了解神国的奥秘，但是别人是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但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听进去看到的话，我们不应当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受隐藏起来。如同这里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第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生命要流出来的话，不是要隐藏出来。OK， 那基督耶稣当他讲比喻的时候，他的隐藏有他的目的。但是当我们领受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把它隐藏起来，不应当把如同这耶稣所说的那个灯把它遮盖起来。这个器具的目的就是要照亮 ，OK， 让人看见这亮光，不是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十七节他就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基督耶稣要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活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领受这样神的这个话语。所以因此基督耶稣非常强调，其实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领受神的话语，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跟我们将有关系，跟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有关系，跟我们可以有亮光，亮光照耀在人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容易的领受神的话语，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个比喻，基督耶稣就告诉我们听到的那个重要性。那前面跟大家分析这些经文以后，我盼望后面跟大家来谈很实际的，到底你和我怎么礼拜天好好的准备来学习来领受神的话。因为这个准备太重要了，因为那个好好的听到的结果会让我们得救，会让我们有果子结出来，会让我们生命像光一样照耀在人面前，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么所以那个听的重要性，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准备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最后在这边跟大家谈十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十件事情，我盼望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你们在你们的谈话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这十件的事情，非常具体，来帮助我们礼拜天来的时候不是空空的来 ，OK， 就是一片空白的来只是为了跟老朋友聚聚，跟一些同乡的聚聚而来，但是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道。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 ，OK， 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诚实善良的心。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心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OK。所以那个这样的一个祈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要先求神给我们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如同先知也告诉我们，先知以西结书的36章的26节告诉我们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OK，
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不但这样子，我们应当像耶利米书这边所说的二十四节的第七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Okay. 所以因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心。Okay. 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是你和我必须要跟神求的，求神给我们一个诚实善良的心，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和我礼拜天来到神面前以前需要做的那个准备。好，第二件事情什么呢？不但要祷告，不但要求神，同时第二件事情非常实际的，我们要默想。不但要祷告，要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要默想神的话语呢？有人说我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就好了，就在那时候默想就好的。但其实我们还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要开始默想神的话语。 OK， 那么默想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一段经文让神的话语不断刺激你的心，使你更加渴慕神。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周间的那个默想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渴慕，让我们更愿意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更愿意要在那里领受神的这个道。所以那个周一到周六的那个经文的默想本身像个开胃菜一样。开胃菜，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好餐馆本身都有这种开胃菜。 OK， 那么这开胃菜本身是目的什么呢？要把这个胃口开起来。很多时候礼拜天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胃口听，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打转，我们整个我们所想的所思想的所做的就是很多我们周边的繁重的事情。那么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一段经文默想的经文，让我们一个胃口，对神的话有胃口，一个饥渴沐浴的心来领受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应当默想神的话语。那第三件事情什么呢？不但要默想，同时看到说第三件事情是要什么呢？洁净。洁净，透过放下世欲心思意念。 OK，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那边提到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隐喻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要脱去一切污秽和隐喻的邪恶，才可以有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所栽种的道。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放下世界的娱乐，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我们跟朋友出去，不是说礼拜六不能跟朋友出去，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玩得很晚，在礼拜六晚上去逛或是看电影，所以我们整个 脑海里面充满那个电影的情节。 OK， 那么甚至礼拜六很晚睡觉，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一身泪兮兮的，我们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 OK， 给神，我们只有礼拜天那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可以给神，但是我们就是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我们好累，甚至我听得到都没有听进去。那刚好又是最近那么热，我们那个热烘烘的。 OK， 那么声音一打开的话就好像 催眠一样，就睡着了。那么其实在这里看到说，我们要透过放下世界的娱乐。 OK， 娱乐，我们要礼拜六早一点的睡觉。 OK， 睡觉，让我们的整个脑我们所思想的是神要我们思想的，如同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的第八节所说的，那里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又有什么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的第八节。所以第三件事情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放下世界娱乐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第三件事情。那第四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相信你已拥有的真理，相信你已拥有的这个真理，让神的话可以很轻易的
栽种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OK， 什么叫做相信你拥有的真理？你过去听得到。OK， 我们要相信神，要更多的透过他话语，要祝福我们。那么在这里，先知也教导我们，在先知书的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先知这样说：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那人有福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所拥有的真理。神是那位可靠的神，是我们可相信的神。那这里看到说，先知说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乃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OK， 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信靠他，我们应当相信我们所信靠的那个神。我们越相信神，越要把他所给我们的祝福丰丰富富的导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是第四件事情。那第五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很实际，周六晚上好好休息，周六晚上好好休息。那么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准时上床比准时起床难呢。那听懂没有？那个准时上床，礼拜六要准时上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吃个宵夜吧，去那里逛一下吧，看个电影吧，所以反而是很难准时上床。有时候我们起床，我们礼拜一上班这个铃响了就起来就要去上班了，因为那个什么这个老板是要发薪水的，那么所以一定要去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就不太准时上床。我们应该准时上床，好好的那个什么休息。很多时候睡觉，都会觉得睡觉很无聊很无聊。那么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我们把那个最好的时间给神。当我们好好的睡的时候，有足够的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警觉比较警觉，我们的这个思想比较敏锐，我们的情感比较稳定所以礼拜天来听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比较容易。比较容易，不是累哈哈的头昏脑胀的在那里听神的道。所以因此看到说，礼拜六晚上要准时的好好的上早点上床，好好的休息。好，这是第五件事情。那第六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彼此忍耐，不发怨言，不批评OK， 那很多时候家庭里面往往都有一些的口嘴或者争执争吵那么这里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五节那里试着说，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在自己家里面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如果我们礼拜六跟家里面吵吵闹闹那么礼拜天早上也是吵吵闹闹，那我们礼拜天带着那个很不舒服的那个心来到神面前，神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神的这个道。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些事情放下，就是帮助我们，不要我们含怒到日落。OK， 那么那个不要跟太太争执留到隔一天。OK， 不要跟太太这冷战。OK， 冷战期就过了，不要再冷战下去了。OK， 所以因此看到说，求主帮助我们不发怨言，不断的彼此的批评因为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这个声音我们都应当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听到神在你透过他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好，这是第六件事情。那第七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这一所说的，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崇拜，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神面前来做这个礼拜非常重要。那么如同刚才我们在雅各书这边所读到的，雅各书这边的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那里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存一个温柔谦卑领受的这个心，那么神就会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姿态。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带着这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还有呢，第八件事情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安静的进入聚会的场所。
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你拜天来到神面就是要崇拜神，主要不是跟你的老朋友哈拉哈拉好看，那么也不是礼拜天来学英文，像台湾的教会礼拜天学英文，或者量血压和义诊，有些医生礼拜天或者来教会里面找女朋友 OK， 或者是来教会里面什么什么介绍房地产啊，这个 OK， 在美国有这种这个华侨常常做这种事情啊。但他们神面前礼拜天是要崇拜，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安静进入聚会场所，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OK， 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那么那个跟朋友们、跟教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们，大家一起问好，可以那个可以留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再做的事情。但是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准备领受神的道，要安静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如同诗篇第四十六篇的第十节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尊崇。好，这个是第八件事情。不但这样子，第九件事情是什么呢？当崇拜开始，认真思想所唱的。那么崇拜是从头开始，崇拜不只是讲道的部分，从头开始不过那个是崇拜的一部分。所以当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思想所唱的、所祷告的及所传讲的，那我们积极的参与在这个整个崇拜的过程的当中。那么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的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十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只要做大人。”他告诉我们说，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 OK， 如果不好好的认真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心智上什么呢？像是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 OK，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保罗又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神所说的话那个道、那个祷告，我们要思想思想，如同保罗劝这位提摩太。这第九件事情，当我们在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的思想我们唱了什么歌，那个祷告，牧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OK， 我们的领会的那个同工的祷告，那个牧师所讲的道，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在其中。好，这个是第九件事情。那第十件事情什么呢？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渴慕神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OK， 渴慕神的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 OK。 那么如同诗者在诗篇十九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同样的那位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也在箴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教导我们说：“夫求明哲，这个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金子 OK， 那么就是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看到说前面的诗者告诉我们说守这些的便有大赏，同时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时候，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的时候，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生命中间结出果子来 OK，
结实，结实。那么不但将这果子像光一样照耀在那些不幸人身上，让他们愿意进神的国。所以因此我们听到礼拜天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基本的基督徒应该学的那个动作。所以但愿这个圣三一堂的每一位信徒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他们是一群渴慕神话语的人，也是一群听到神话语的那也属于他的人。这但愿神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一群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是一群领受神道的信徒。好，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这是你所安排的。那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在这地方，你把我们的心收在一起，把我们心放在一起，要我们以你的话语做我们新的一年的这个开始。我们感谢你，就是帮助我们，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不断的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是一群愿意领受你话语、你道的一群的信徒。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被建立起来，我们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啊，还要加给他。那么这个跟我们小心怎样听是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这里基督耶稣在这边第十八节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在提前面的第十五节，前面的第十五节，第十五节。那么第十五节怎么说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他听得到，他有什么呢？他持守在诚实的善良的心里。那么看到说，并且忍耐着结实，还有的还加给他什么呢？还要加给他，让他生命可以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基督耶稣在这边第十五节提到那个第四个土壤，就是这边所说的，耶稣所说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我们真的听进去的，那么持守在我们心里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你接受什么道，神要再给你更多，让你忍耐着结实，你的生命可以结出丰富的果子来。所以因此这里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听的那个重要性，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接着我们看那个这边的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消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第十八节后面的那个部分，他怎么说呢？他说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他没有的，他以为有，看到说他以为有的，神也要把他有的多拿走。那么到底这里基督耶稣所讲的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在讲什么？就是基督耶稣谈到那前面的三种的土壤，前面的三种的土壤，就这边所说的第十二节到这边的第十四节。那么在这边基督耶稣提到什么呢？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的，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的得救。就是那些落在路旁的，看到说他们听得到以为有的，但是看到说魔鬼把他夺去，有的但是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那不但这样子，这里有第二种土壤，基督耶稣又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得到欢喜领受，看到说他们又是自以为有的欢喜领受，但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再次基督耶稣强调说连他自以为有的要夺去。那接着这里第三种土壤耶稣又怎么说呢？他说这边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看到说再次他们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把他夺去。所以基督耶稣再次一再来强调，我们要小心，应当要怎么听，你们应当小心，
要这样听。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跟我们得救有关系。如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十二节，恐怕魔鬼来，随后魔鬼来把他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弃了得救。所以听到，好好的听到，跟我们得救有关系。刚才我们听到姊妹们做见证，很多时候他们感谢神来到澳洲的地方听得到，他们接受了，看到说神就救了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因此基督耶稣本身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天不只是一个聚会，礼拜天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说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学会好好的领受神的道。那么刚才跟大家很快的讲过这段经文的几乎每一节经文，那么但是这里有两节经文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这边的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刚才我们谈到这边的第十八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边的十六节跟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看到说十六节跟十七节，那接着基督耶稣就谈到他的十八节，十八节就是他的整个比喻的那个结论。那么十六节这边怎么说呢？耶稣说，没有人点灯用器具器皿盖上，就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饰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这经文本身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边的第十六节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亮光哈，亮光哈，提到这个看见这个亮光，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前面的第十五节哈，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没有把十五节放在这个经文上面，十五节也放上去的哈，看到说十五节后面提到什么呢？第十五节提到就是那个结果子的那个部分哈。请大家看这边第十五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第十五节讲那个结果子结实。那么到了十六节，他谈到那个看见亮光哈。那么到底这个结实跟这个亮光有什么关系？那么第十五节的结实，到了第十六节变成亮光。那么当我们仔细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非常的清楚。那么怎么清楚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结实，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的那种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果子，那种的果子，那种好行为，可以荣耀神的那个好行为。那么基督耶稣本身在马太福音就这样的说明给我们听这两者的关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六节，耶稣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那个亮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好行为，这个好行为会让人不是归荣耀给你，是归荣耀给天上的那个父神。这个好行为也就是那个结实，当我们好好听到那个道在我们生命中间，基督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我们诚实的领受的时候，我看到说神还要加给他，让他生命可以结实。那个结实什么意思呢？就如同亮光，一种好行为。这个好行为看到说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父神。所以那个基督耶稣就说明那个结实也就是那个亮光的意思，那个亮光就是那个可以荣耀神的那个好行为。所以因此当你和我好好的听到，如果我们听进去的，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可以帮助人进神的国。 所以其实你的生命的影响力可以帮助人进神的国，如同那个亮光一样，好行为看到说引领人进入神的国里面。好，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这边的第十七节。
十七节。那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边的第十七节的这个部分哈。那十七节的部分跟我们前面的第十节是有关系的，十六节跟这十七节，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十六节，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十七节这边怎么说呢？我这边跟大家读一下：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饰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在前面的第十节这边如果大家有圣经有那个经文的话，在手上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第十节，那边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哈。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对门徒们讲，他们帮助让门徒们可以了解神国的奥秘，但是别人是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但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听进去看到的话，我们不应当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受隐藏起来。如同这里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第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具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生命要流出来的话，不是要隐藏出来。OK， 那基督耶稣当他讲比喻的时候，他的隐藏有他的目的。但是当我们领受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把它隐藏起来，不应当把如同这耶稣所说的那个灯把它遮盖起来。这个器具的目的就是要照亮 ，OK， 让人看见这亮光，不是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十七节他就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基督耶稣要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活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领受这样神的这个话语。所以因此基督耶稣非常强调，其实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到领受神的话语，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跟我们将有关系，跟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有关系，跟我们可以有亮光，亮光照耀在人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容易的领受神的话语，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个比喻，基督耶稣就告诉我们听到的那个重要性。那前面跟大家分析这些经文以后，我盼望后面跟大家来谈很实际的，到底你和我怎么礼拜天好好的准备来学习来领受神的话，因为这个准备太重要了，因为那个好好的听到的结果会让我们得救，会让我们有果子结出来，会让我们生命像光一样照在人面前，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么所以那个听的重要性，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准备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最后在这边跟大家谈十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十件事情，我盼望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你们在你们的谈话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这十件的事情，非常具体，来帮助我们礼拜天来的时候不是空空的来 ，OK， 就是一片空白的来只是为了跟老朋友聚聚，跟一些同乡的聚聚而来，但是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听神的道。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 ，OK， 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心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OK。所以那个这样的一个祈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要先求神给我们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如同先知也告诉我们，先知以西结书的36章26节告诉我们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OK， 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不但这样子，我们应当像耶利米书这边所说的24节的第7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OK， 所以因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心 ，OK， 来领受
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是你和我必须要跟神求的，求神给我们一个诚实善良的心，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和我礼拜天来到神面前以前需要做的那个准备。好，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不但要祷告，不但要求神，同时第二件事情非常实际的，我们要默想。不但要祷告，要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要默想神的话语呢？有人说我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就好了，就在那时候默想就好的。但其实我们还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要开始默想神的话语。Okay? 那么默想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一段经文，让神的话语不断刺激你的心，使你更加渴慕神。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周间的那个默想 okay, 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渴慕，让我们更愿意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更愿意要在那里领受神的这个道。所以那个周一到周六的那个经文的默想本身像个开胃菜一样。开胃菜，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好餐馆本身都有这种开胃菜。 okay, 那么这开胃菜本身是目的什么呢？要把这个胃口开起来。很多时候礼拜天我们来听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胃口听，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打转，我们整个我们所想的、所思想的、所做的，就是很多我们周边的繁重的事情。那么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一段经文默想的经文，让我们一个胃口，对神的话有胃口，一个饥渴沐浴的心来领受这个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应当默想神的话语。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不但要默想，同时看到说第三件事情是要什么呢？洁净，透过放下心思意念。 OK,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那边提到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隐喻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要脱去一切污秽和隐喻的邪恶，才可以有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所栽种的道。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礼拜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放下世界的娱乐，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我们跟朋友出去，不是说礼拜六不能跟朋友出去，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玩得很晚，甚至礼拜六晚上去逛或是看电影，所以我们整个 脑海里面充满那个电影的情节。 okay, 那么甚至礼拜六很晚睡觉，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一身泪兮兮的，我们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 okay, 给神，我们只有礼拜天那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可以给神，但是我们就是把最不好的时间给神，我们好累，甚至于我听得到都没有听进去啊。那刚好又是最近那么热，我们那个热烘烘的 ，OK。那么声音一打开的话，就好像催眠一样，就睡着了哈。那么其实在这里看到说，我们要透过放下世界的娱乐 ，OK， 娱乐，我们要礼拜六早一点的睡觉 ，OK， 睡觉，让我们的整个脑，我们所思想的是神要我们思想的，如同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的第八节所说的，那里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又有什么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的第八节。所以第三件事情我们应当做的，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放下世界娱乐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第三件事情。那第四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相信你已拥有的真理，相信你已拥有的这个真理，让神的话可以很轻易的栽种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 OK, 什么叫做相信你拥有的真理？你过去听得到 OK, 我们要相信神，要更多的透过他话语要祝福我们。那么在这里先知也教导我们，在先知书的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先知这样说，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
那人有福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所拥有的真理，神是那我们那位可靠的神，是我们可相信的神。那这里看到说，先知说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栽在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乃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OK， 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信靠他，我们应当相信我们所信靠的那个神。我们越相信神，越要把他所给我们的祝福丰丰富富的导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是第四件事情。那第五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很实际，周六晚上好好休息，周六晚上好好休息。那么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准时上床比准时起床难呢。那听懂没有？那个准时上床，礼拜六要准时上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吃个宵夜吧，去那里逛一下吧，看个电影吧，所以反而是很难准时上床。有时候我们起床，我们礼拜一上班这个铃响了就起来就要去上班了，因为那个什么这个老板是要发薪水的，那么所以一定要去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礼拜六就不太准时上床。我们应该准时上床，好好的那个什么休息。很多时候睡觉都会觉得睡觉很无聊很无聊。那么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我们把那个最好的时间给神。当我们好好的睡的时候，有足够的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警觉我们的这个思想比较敏锐，我们的情感比较稳定所以礼拜天来听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比较容易，不是累哈哈的，头昏脑胀的在那里听神的道。所以因此看到说，礼拜天晚上要准时的好好的早点上床，好好的休息。好，这是第五件事情。那第六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彼此忍耐，不发怨言，不批评OK， 那很多时候家庭里面往往都有一些的口嘴啊，或者争执啦、争吵啦。那么这里诗篇也告诉我们说，诗篇116:25，那里试着说，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在自己家里面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如果我们礼拜六跟家里面吵吵闹闹那么礼拜天早上也是吵吵闹闹，那我们礼拜天带着那个很不舒服的那个心来到神面前，神，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神的这个道。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些事情放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我们含怒到日落 OK， 那么那个不要跟太太争执留到隔一天 OK， 不要跟太太这冷战 OK， 冷战期就过了，不要再冷战下去了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求主帮助我们不发怨言，不断的彼此的批评因为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这个声音我们都应当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听到神在你透过他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好，这是第六件事情。那第七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崇拜，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神面前来做这个礼拜非常重要。那么如同刚才我们在雅各书这边所读到的，雅各书这边的第一章的21节那里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存一个温柔谦卑领受的这个心，那么神就会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姿态，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还有呢，第八件事情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安静的进入聚会的场所，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就是要崇拜神，主要不是跟你的老朋友哈拉哈拉 OK，那么也不是礼拜天来学英文像台湾的都教会礼拜天学英文或者量血压义诊，有些医生礼拜天或者来教会里面找女朋友 OK， 或者是来教会里面什么
什么介绍房地产啊，这个 OK， 在美国有这种这个华侨常常做这种事情啊。但来到神面前，礼拜天是要崇拜，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安静进入聚会场所，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OK， 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那么那个跟朋友们。跟教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们，大家一起问好，可以那个可以留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再做的事情。但是，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准备领受神的道，要安静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如同诗篇第四十六篇的第十节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遵从，遵从。好，这个是第八件事情。不但这样子，第九件事情是什么呢？当崇拜开始，认真思想所唱的。Okay。 那么崇拜是从头开始，崇拜不只是讲道的部分，从头开始包括那个说崇拜的一部分。所以当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思想所唱的、所祷告的及所传讲的，那我们积极的参与在这个整个崇拜的过程的当中。那么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的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十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只要做大人。他告诉我们说，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 OK， 如果不好好的认真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心智上什么呢？像是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 OK， 在心上总要做大人啊。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保罗又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神所说的话那个道，那个祷告，我们要思想思想，如同保罗劝这位提摩太。这第九件事情，当我们在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的思想我们唱了什么歌，那个祷告，牧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OK，我们的领会的那个同工的祷告，那个牧师所讲的道，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在其中。好，这个是第九件事情。那第十件事情什么呢？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渴慕神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OK， 渴慕神的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 OK。 那么如同诗者在诗篇十九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同样的那位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也在箴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教导我们说：夫求明哲，这个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金子 OK， 那么就是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看到说前面的狮子告诉我们说守这些的便有大赏，同时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时候，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的时候，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生命中间结出果子来 OK， 结实结实。那么不但这样，这果子像光一样照耀在那些不幸人身上，让他们愿意进神的果。所以因此我们听到礼拜天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很基本的基督徒应该学的那个动作。
所以但愿这个圣三一堂的每一位信徒，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他们是一群渴慕神话语的人，也是一群听到神话语的那也属于他的人。这但愿神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一群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是一群领受神道的信徒。好，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这是你所安排的。那我们在新的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在这地方，你把我们的心收在一起，把我们心放在一起，让我们以你的话语做我们新的一年的这个开始。我们感谢你，就是帮助我们，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不断的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是一群愿意领受你话语、你道的一群的信徒。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被建立起来。我们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门。把时间交回给主席啊。从一个温柔、谦卑、领受的这个心，那么神就会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姿态。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还有呢，第八件事情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安静的进入聚会的场所，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就是要崇拜神，主要不是跟你的老朋友哈拉哈拉 OK， 那么也不是礼拜天来学英文，像台湾的都教会礼拜天学英文，或者量血压、义诊，有些医生礼拜天或者来教会里面找女朋友 OK，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什么介绍房地产这个 OK， 在美国有这种这个华侨常常做这种事情啊。但他们神面前礼拜天是要崇拜，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安静进入聚会场所，将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 OK。 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那么那个跟朋友们、跟教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们，大家一起问好，可以那个可以留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再做的事情。但是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准备领受神的道，要安静的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如同诗篇第四十六篇的第十节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尊崇。好，这个是第八件事情。不但这样子，第九件事情是什么呢？当崇拜开始，认真思想所唱的。Okay， 那么崇拜是从头开始，崇拜不只是讲道的部分，从头开始不过那个是崇拜的一部分。所以当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思想所唱的、所祷告的及所传讲的，那我们积极的参与在这个整个崇拜的过程的当中。那么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的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十节，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只要做大人。他告诉我们说，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 OK， 如果不好好的认真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心智上什么呢？像是不成熟的小孩子一样 OK， 在心上总要做大人啊。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保罗又对提摩太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神所说的话那个道、那个祷告，我们要思想思想，如同保罗劝这位提摩太。这第九件事情，当我们在崇拜开始的时候认真的思想我们唱了什么歌，那个祷告牧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OK， 我们的领会的那个同工的祷告
那个牧师所讲的道，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在其中。好，这个是第九件事情。那第十件事情什么呢？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渴慕神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okay， 渴慕神的话语的真理胜过渴慕财富跟美食。okay， 那么如同诗者在诗篇十九篇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神的话语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同样的，那位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也在箴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教导我们说，夫求明哲，这个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金子。 OK， 那么就是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看到说前面的狮子告诉我们说守这些的便有大赏，同时看到说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时候，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的时候，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生命中间结出果子来。 OK， 结实。那么不但这样，这果子像光一样照耀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让他们愿意进神的果。所以因此我们听到礼拜天听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很基本的基督徒应该学的那个动作。所以但愿这个圣三一堂的每一位信徒礼拜天来到神面前崇拜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身上，他们是一群渴慕神话语的人，也是一群听到神话语的那也属于他的人。这但愿神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一群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是一群领受神道的信徒。好，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谢这是你所安排的。那我们在新的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在这地方你把我们的心收在一起，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起，让我们以你的话语做我们新的一年的这个开始。我们感谢你，就是帮助我们，你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不断的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是一群愿意领受你话语你道的一群的信徒。求主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被建立起来。我们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